极客学堂不要跑得慢，偶尔跑跑快，所以我们只说新鞋，只说新鞋，真的只说新鞋。今天给大家带了一双全新的，斯凯奇的碳板跑鞋，大家把这个颜值多少分先打一打看一看。这个鞋叫 Speed Freak， 跟去年那个比较稍微有点拗口那个精英啊 Pro 啊有一点点区别，它就是用了一个 Freak。我们猜这个 Freak 呢，可能是 F R E A K 那个怪兽的这个一个变形谐音梗啊 ，Freak。也有可能是像马来说的是 free kick， 也有这个，反正大家可以去解释，可以去猜测，反正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英语单词。然后这个鞋具体有什么变化？我们其实之前资料也拿到了嘛，变厚了，然后变重了，重量大概是200多克，对，之前是100多克。然后这个其他的数据，中底的所有的这些参数在侧面看都没有变化，对，前面也变厚了一点，大概是30多毫米的这个一个高度，就变成从薄底。变成了一个厚底的碳板跑鞋。去年给大家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它居然是薄底的这个碳板跑鞋，然后前后落差是4，今年还是4，因为我们还没穿过，我们是刚拿的这个新鞋，现在唯一穿过这双鞋最多的人就是大神，让他来过最快的女选手，我们节目中出现过最快的女嘉宾。首先，我当时拿到这个鞋，我当时想啊，这个鞋底竟然变厚了，因为和我之前穿的竞速鞋是不一样的。然后我穿上它的时候，感觉它的可能回弹比之前那个薄底的要好，因为它加厚了这个泡沫这个底吧，而且它的碳板，我觉得应该和之前的是一样的，一样的啊，是，对。然后就前掌那种滚动的感觉会有的，会有的，而且它的底儿还是之前延续之前的那个鞋底，还是固特异，所以耐磨的程度你们要知道。我之前也微博也发了蛮多的了，因为我那个鞋已经那样子，我坚持了那么久。然后我是一个算是废鞋的人，但是因为跑的公里数其实也算挺多的，但是它能一直坚持的，所以说这个底你要安心。对，是的。今年这双鞋有没有抛起毛的照片？有没有，这个还没有。对，再等待一下就有了，是吗？对，我在等着他再给我第二双，我把第一双的时候好好的跑起毛一下。有什么比较你明显感觉有升级的那种变化的那种地方？如果厚底的话，它可能我觉得是比之前的缓震要好一点的，这样子可能不会说跑公里数太多，跑40多公里，50多公里，不会说啊，你会把脚啊或者膝盖关节跑得特别疼，反正不会硬戳戳的戳坏自己。有的时候啊，硬是那种戳来戳去，会增加你有一些伤病嘛。所以说这样子给你起到一定的保护也是。对，那双鞋会薄一点。那你之前跑这双鞋的时候，比如说40多公里、30多公里的时候，有没有踩穿的那种感觉？有没有？还行，但是会把肌肉感觉啊跑麻木，可能跑多了也都、啊、都会这样子，是吧？这个跟那个谁是一样的，那个吴会长，吴会长之前跟我聊过，他也说，他说为什么他们喜欢厚底？就你们跑量很巨大嘛？你一般周跑量多少？周跑量可能备战的时候，周跑量就200多嘛，200多，对，月跑量900多公里，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穿，就是选择要比赛或者大课的时候或者强度课，我就会选择这种穿厚底的，可能平时就是属于中课呀这种，但是一般。
中客其实也挺快，对，我觉得也挺快，就四分配或者三分四五十这样子，我会选择，我会选择就是厚一点的啊，我慢慢跑，养个脚，就这样子。我们都会说前掌啊、碳板鞋比较硬啊，然后比较难过弯啊。这、然后你以前是跑场地的嘛，也就是转圈转圈。这个你这双鞋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它，我觉得它这个其实还好，因为你所有的碳板鞋可能都是这样。如果你力量大，然后你蹬的这种比较用力的话，它给你的反馈性会特别的好。所以说，如果你要是觉得你穿碳板鞋什么不合适，你一定要增加你的力量啊。啊、对，自己提升一下。对 对, 对，之前因为测过这双鞋嘛，这双鞋它因为碳板左右它是分离的，它跟其他的碳板鞋不太一样，其他碳板鞋因为是一体的嘛，所以过弯的时候可能对力量要求会更高一点、是不是？像这样的碳板鞋，比如说像女跑者会更友好一点，因为女跑者会跟男跑者是不是在力量上面有点差异？也没有是这么说，一般我们其实在于鞋上面说这种、说这种弯道什么拐不过来，可能我们觉得会和自身的技术有关系，因为弯道有弯道你特别在意的技术，而且你如果要是真的跑场地的话，这些弯道是要练的，和真的和马拉松是不一样的。场地有练弯道，场地有场地的感觉，跑公路有跑公路的感觉。有涉及到我们的知识盲区，那就是哎，如果那场比赛有特别多的弯道，就是说马拉松啊，比较适合你，对不对？也没有说，没有，对，因为如果要是你看，要是跑800、1500，要跑室内赛的那种，就200米的弯道啊，那我可能就故意的去练弯道，因为真的会飘，而且你速度越快，它飘得越远。所以说你一定要怎么练，然后把自己压住，我一定压住，不要飘得太远，不要从一道飘到三道去那种。这个一定是那个弹幕要打出来，又涉及到旁边两个人的知识盲区了。怎么跑弯道人会飘出去？得有多快？我们再说说这个鞋的脚型啊。对，就是这次我们刚自己先穿了一下嘛，也觉得，对，我刚穿了一下，穿了一点是吧？对，我就感觉哇，终于宽了。这双鞋的脚型真的是，我觉得可能是为中国，也可能是为整个亚洲人做了优化。它的这个以前就是外侧这个地方，它会压着我们的小脚趾，特别明显，因为我二一的脚宽。然后这双鞋虽然这个码可能还不是我的码，但是很明显的感觉到前掌已经增宽了，前掌外侧压迫这个脚趾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了。然后整个稳定性呢几乎没有变化，跟之前穿这双鞋的变化呢也是比较小的。而且呢确实我感觉这双鞋有把我的脚往前推的那个感觉更明显了，更明显。对，材料的原因啊，你觉得应该就是增厚了嘛，因为我们发现它就是不仅仅是碳板的上面厚了，下面也厚了，尤其这个下方增厚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会增加蛮多的推进力，还有缓冲的这种极限。就是可能比如说体重比较大、力量比较猛的跑者，有网友会跟我说说，哎，这双鞋踩了以后他觉得就特别硬的那种感觉，可能这双鞋会好很多，我估计。你觉得你的脚型是什么样子的，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我的脚型，因为我可能跑马拉松跑的比较多，然后就是脚的这个骨头嘛，然后它就有外凸，对，内侧两个脚骨头有外凸、然后跟骨脚后跟的跟骨也是突出的，对，然后就可能有的鞋就我反正比较挑剔，有的时候会勒着很难受，有的时候后面会很难受，就磨来磨去，然后就越来越疼。但是我穿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足弓高低是怎么样？足弓是正常的。正常的。对对。那其实主要就是前面还有后面不要太卡，对，内侧够宽，你穿的。这个足弓它也不会说穿特别久、跑特别多，我足弓很酸，就是支撑不住会有疼痛感，这个应不会。一般就是足底筋膜炎嘛，有的时候轻微的那种。如果真的是有的话，你就跑多了，跑多了你就滚个高尔夫就好了啊，放松一下筋膜。对对，就是测试啊。每次芷萱她拿鞋，她都是一个，比如说前几年都是斑马鞋，然后就贴得很神秘啊，感觉是测试，而且时间非常非常长，就是大概覆盖一年，对吧？然后好几千公里的测试，然后我们就很好奇。每次你拿这个鞋会去跟斯凯去反馈什么样的问题，他们会跟你说，哦，我们怎么调整，
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会的，因为之前一直是在测试，然后他们也是一直在升级，然后在优化这个鞋，所以时间比较长。然后这双吧，这些鞋都可能基本上都是量过脚之后，就是有的时候我去那个我们的制鞋厂去量这个脚，然后他去给你做鞋，然后再可能会比对好多人的那种脚，然后做出一个比较中肯的这种鞋。所以说你改鞋楦，改要改鞋楦，而且它要硬度呀什么的，底的硬度啊，然后这些它的软硬度都是会改的，根据你的那个需求来调。感觉对，应该感觉怎么样，感觉这样子跑感觉怎么样会更舒服，然后就开始要提建议。然后他们有个人拿个笔在记没有就是发过去，我感觉怎么样这个可能会不会更舒服，然后他们再进行去要改呀、什么样子，这样子反正经过了也蛮多次的。所以大家买到这些鞋有可能就有李芷萱提的一些建议的修改意见在里面哟。我是小白鼠，我试过了之后再推的。因为碳板鞋非常流行嘛，大家知道穿碳板鞋能跑得很快，然后就大家都我也想跑快，我也想买碳板鞋，然后这个你觉得就是训练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买这个鞋去加快自己的速度？碳板鞋就是会使人速度变快，但是你不可能每天都跑得很快，然后就有的时候慢跑的话，我可能就不会选择说是碳板的鞋，因为碳板鞋可能对力量啊、脚啊什么需求是蛮大的，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不需要跑这么快，那我就穿一个就是厚底一点的鞋，然后去养养自己的脚，这样子反正根据不同课换不同的鞋。你一般有多少双鞋轮流踢着？我就是经常踢着穿，可能上午和下午穿的是不是一双鞋。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日本人他们比马拉松的时候准备活动和比赛鞋不是同一双啊？这个有注意到。对，然后跑完比赛又是一双鞋。对，就很多双鞋，他们会带随身带很多双鞋，他们可能也是考虑啊，根据什么什么，然后我要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做的可能比我们更细一点。对，我估计他比赛完可能会带一双更大一点的鞋，因为脚会胀，那时候会舒服一点。可能穿拖鞋不太礼貌，穿一个大鞋的。OK， 那就是说到还有其他的鞋嘛，因为斯凯奇他其实是有跑鞋矩阵的，就他不光是一双碳板鞋，他还有其他的跑鞋。然后你平时也会穿其他的跑鞋吗？会穿比较厚底儿的耐克 Cushion， 好像我记得是这样子，因为它底儿很厚，然后走路很软，然后就有的时候慢跑，下午慢跑很轻松的慢跑就穿那一双。像你今天脚上穿的这双是属于你日常穿吗？对，可能日常穿，或者如果要是要活动活动的话也会穿热身的时候穿。对，第三双这双颜值比较高，粉粉嫩嫩。先看配色，先看颜值。粉粉嫩嫩的鞋。那你觉得哪款鞋的颜值更合你的心意？我觉得都挺好看的，因为我这双之前有两三双，然后穿了之后就不穿了。但是这块下雨天可能我有汤盒，下雨然后就不太容易刷得出来。这个可能会耐脏一点，我觉得。字了。对，这个耐脏一点。而且有粉色，你喜欢的这个颜色，可能跟他这身衣服还挺搭的。对的。可以看一下，哎，还正好是一套哟。你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粉粉的这种。对，也还行。我其实喜欢白色的鞋，但是真的不耐脏。可以比赛的时候穿吗？但是比赛的时候穿的鞋，肯定平时训练也要穿。基本上我穿的，穿到比赛的时候，那个鞋已经不行了，估计已经脏的差不多了。所以其实你比赛的时候是会穿日常就磨合好的鞋。对。哦，我们后面是跟那个奥运会有关的问题，马爷你留的一个，先恭喜一下，我获得了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这个资格。我们特别感兴趣一点，就是你有没有在东京奥运会上特别想对决的选手？把我们那个邻国就是日本。对，因为他们水平一直很高，所以说我们也是一个想要超赶然后进步赢掉他们的那个那什么，然后这样子不用让很多人说啊你怎么比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一定要
尽我们所能。现在有些网上会拿中国的马拉松水平跟日本去比，其实你们都是知道的。我们所有事情其实我们也都看，只是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是的是的。压力还是其实挺大。看好像你说教练，你的教练就是一直在把这个比来比去，觉得中国为什么就还离日本还有一段距离？对，因为同样是亚洲人，为什么我们会和人家还是有差距？这个我们也是一直在研究，要考虑这些问题。我们不应该和人家差那么多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能尽快的追赶上。哎，那你们怎么研究的？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比赛之后会回看你们的技术细节？我们可能不会，一般都是有的时候就是日本的一些杂志会看那些采访，然后有的时候数据会再看一看，然后跑量说跑量，然后大概，然后这样子。但是其实猜测的也不是很准，但是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然后自己再和教练再去摸索，只能这样子。那这几年我感觉像不管是我们像业余选手还是专业选手的，跟日本的这个差距还是在缩小，在缩小，缩小的很明显。所以说我们还是在进步着。所以有个问题方不方便问你，到时候会在比赛的时候用跟随战术暴露战术？因为毕竟大家注意保密。